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啊。今天大概得40度哈，39度还是40度。今天天气太热了，咱简单逛一逛哈，了解一下价格，关注一下啊。来看一下这边有几只小泰迪啊，咱问问那个价格。现在是下午了，咱简单的介绍一下狗狗的价格啊。老板，这多少钱的泰迪啊？800的、800的、700的都有。有3倍的吧？有3倍的，没有，你看看吧。这个长得能抽3倍够的了。那抽吗？那真抽吗？那个？啊？不抽吗？有抽的呗，给我拿个抽的。没有，我这里边没有抽的。黑色的吧，没那么贵。黑色没有那么贵，还没有你说那么便宜。3倍还不行吗？这一条？3倍不行。多少星？啊？多少星？4倍。3倍。加20，天那么热，3倍吧。我今天都嫌那个天太热了，都快40度了，你便宜点吧。3倍6，你要能拿你拿走吧。3倍，我能拿我就拿了。拿走吧。3倍，我去，检查一下我。这烟给我放进来。好，行。啊。是公的母的？看看能多收几条不？你这个多少钱？这个800啊。你这个也3倍完事了，3倍。你别弄了，你掉了吧。哎，这个红色的你说多少钱吧？我说600。哎呦，忒贵呀。600。350这一个。你掉了吧。哎，350，350。别拿了，别拿了。那你说多少？我不要拿550，再让你550最低了。360。行吗？360我不能卖，我这房太低，我都是360。行，你不卖就算，你不卖你别后悔。我不后悔。我走了。哎，你那个啥狗？恐龙。那个多少钱？那个贵，那更、个、贵。那个几百啊？那得问1000几。啊，那个1000几？1800。600能拿吧？600。别卖狗了。不，别卖狗了。你给我多少了？你给我多少了？600行吗？我上次买个黑狼才600。那么大点的黑狼，600。那你说多少钱吧？最低1400，你让你400了。1400。对，1400。这年轻轻的，胖爷也打完了。哎，我知道，那这几个月了。40多年了。现在有多少斤？40多斤。你干脆这样吧，800块钱。我不卖。900。不卖。那你说1400有点高。管了吗？1000。啊，到底是价了，你要能拿你这拿个。1000。你妈把你的黑泰迪拿走吧，让看着你不能买黑泰迪，你放那我以为要。这红泰迪最低多少钱呢？红泰迪啊？红泰迪最低多少钱？400块钱也能拿呗，550。行行，我知道了。黑泰迪我以为检测一样，给我留着。这边还有比格，这比格科技哈，这个还挺好看的。我看这个，这有4条柯基，不有4条比格哈，这个不好看，这个还可以，这是母的哈，好像有公的呗，买公的比较多，这条好，这条的后背有点花了哈，这个还行，这个就是黑背的哈，问问这下架，老板，比格啥价？比格1600。好家伙，有那么贵的比格吗？现在？啊，比格现在不都1000多吗？你能便宜点不？你说最少多少钱？拿一条公的？最少1400。最少1400，哎，800能拿不？800。嗯。900。900都给我呗，是。啊。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有。900哈，我去，900一条了。现在比格便宜了。这比格也不是太纯哈，这比格为啥不是太纯？我看。还可以吧，只能说还可以。比格是个头比较高，和巴基度长得比较像。巴基度的耳朵，这个有点像巴基度的耳朵，也是抄到这里的。比格是那种耳朵是跟那种方形的耳朵一样，这个有点长了，稍微有点出来。他说是900块钱，我要估计他800肯定能拿，我要再称一下了，八百肯定给我。咱再接着去逛逛去，看那快3级了，咱再看看。那只黑色泰迪是给他320。这边还有雪纳瑞小博美啊，这边有小博美，咱再接着看看。
从这边说。卖黑松狮哈，有人喜欢黑松狮吗？黑色的哈，这个还可以啊，这个要黑色的小胖墩。老板，这个啥价？不要钱。多少？不要钱。好家伙，能烧多少这个？这个能烧多少，老板？这个能烧多少？又一个松狮对你，你看最少多少钱这个？他说最少1600哈，紫色舌头啊，黑松狮啊，有人见过吗？和藏獒走起来路可像了哈。看看这两只，总共有三只哈。哎，给你们两个拍个近照，舌头伸出来。嘿，你看他老是走过来，那条都会摆 pose 啊。他说最少1600，我估计的话1000多一点能拿下啊。这边还有、哦、还有藏獒嘞啊，我去，这是藏獒吧？哎呦，这藏獒拽都拽不行，我去，这眼睛，眼皮肉啊，哎呦，那吓人啊，藏獒。这藏獒啥价？老板，藏獒啥价？藏獒2800哈，这是，现在藏獒基本上都一年都上万啊。哎呀，这拉不动呀！哎呀，这有多少斤了？这个最少多少钱能拿？2400啊！哎呦，眼睛有眼皮肉啊，你看，和狮子一样啊！哎呦，这头版，骨量也大，骨量也大。哦呦，站起来吧，来来来，看看站起来的，这是纯种的藏獒呗。跟狮子一样哈、啊，现在很少有养这种藏獒的了，特别少。我们本地养的也比较少了，以前特别多哈、啊，人家配置狗都好几万、十几万都有，现在基本上都没人养了，毛量还大，还得剪毛，还得修理。来，咱今天就到这里吧。这边还有一条，还有一条藏獒，这条是黑色的哈、啊，你看蠢不拉几的，哎呦，动都不能动了，拽都拽不动。哎，你看那，哎呀，这样都不动。你看，养这东西有啥用？看家户外是一点用没有。这是砍高吧？这是砍高吧？这是多少钱条？多少钱条？要价2800。还有，要价2800，我都笑了啊！走，咱们接着逛，也没啥好狗了。还有啥好狗的？有这边有个灰太迪，这个东西没法说，就跟人似的，嘴巴有点尖，小公狗，三个多月的，也就1800块钱吧，这样的。这个多少钱，老板？我1800。哟，1800，这条得上700-800。行，小体的啊。行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关注一下。啊，这三千。那这三千能做到多少钱？你回头卖价那个，你看800块钱拿呗，这个他赔咱不了，赔咱不了，你得加钱。你说最少多少钱？你让点钱，1500。再让点，你看他来不拉几的，我看他。哪来了？你跑进去换，天热，不要走。是，哦，开始返回了。最少多少钱吧？最少多少钱？你这个长得不大好看，嘴巴尖呢，啊？最低1200，双一分不卖了。1200个，今天40度，快40度了。这个价格真差。9500块钱行吗？行，卖不了的。1200，再加了1200。行，有喜欢的关注一下啊！今天确实热啊，来关注一下吧。